看点刺激战场的剧情片，看完你绝对会忍不住流泪。来看第一个新手的蜕变，这太难了。好好学吧，小子，会变强的。那你能教我压枪吗？有我们在，在后面舔包就好了。哎，啊，枪可是你这么打的。蔡苗，扫他！我没有药了。别放弃，抬起你手中的枪，坚持你心中的信念。要做领导，对面狙击手掉。中烟救人，有人出血。什么？敢动我的人？会离开我吗？不会啊。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还是我来说吧。小子，你听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另一个战场，一个比绝地更加凶险的地方。那是哪儿啊？带上我好吗？现在的你还接触不到。那我们之前还有机会成聚成散的一刻才是最难忘的时候。你只要记住我们曾经相识在绝地，相离莫言弃，相逢会有时。去吧，接下来是属于你的世界。 Hello， 你好。 Hello， 要尝试一下下局一起玩吗？但我们是新手，会不会麻烦到你？放心吧，不会，我会教你。开枪！对准你们的敌人，而不是队友。AK 不是你能掌控得了的性命。尝试一下这把 M4， 做好掩护，听好掩体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记住，把你的队友和我们封闭起来。记住我教你们的一切。我也该走了。你要去哪？去找他们，去那个属于我的新战场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或许吧。记住，新人接替，旧人离去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谁都是从一个新手开始的，或许另一个战场就是生活吧。来看下一个。在干嘛？我在找人。找谁？他们。那他们呢？他们在那场战争之后不知所踪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在机场的七字楼里，在机港的集装箱上，抓着毒圈的麦田，劈成了房屋，大大小小的核电站，山顶废墟的残骸，学校旁边的宿舍楼，我从海岛找到了沙漠，我又从雨林找到雪地，我从绿草如茵找到了白雪皑皑，我像发了疯一样去找他们，可是哪儿都找不到。我还记得我们曾经的约定，我守约了，我还在，可是你们呢？你们人呢？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其实我怀念的不仅仅是刺激战场，而是曾经在一起玩游戏的那些人。下一个。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个好的结局，不光是我，你们也该走出来了。不要被曾经拘束了自己。你问我怀念吗？我的梦里一直有一条过不去的大河，我不知道你去我那里，就像生活在光亮里，就感觉全世界都是光亮。燕子再渴也不会喝地上的脏水，愿所有人的青春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怀念，我怀念他们陪我度过的每一段快乐时光。我也想找到他们，但不是说我想就可以找到他们的。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要走，这条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此生不悔入绝地。再见。可能有的人是在怀念刺激战场，也可能有的人是在怀念那个人吧。来看最后一个。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。走了以后还会怀念吗？不许吧。你呢？准备好迎接这个新的世界了吗？新人接替，有人离去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加油。我要感谢刺激战场，感谢以前给我们带来的快乐。